愿尽德国城堡王，还斗入室横沙中。将此身心奉陈唱，事在名为报佛恩。愿这个愿呢，愿今得果成宝王。什么叫宝王呢？宝王就是佛。什么叫果呢？这果也就是个佛果。愿今得果成宝王，还度入室恒沙众。这两句偈颂啊，就包括啊，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这包括啊，这四弘誓愿。愿今得果成宝王，就是啊，这个佛道无上誓愿成和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包括这两种愿，还度入室恒沙众呢，就包括这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因为什么说包括这一句，包括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呢？头一句就包括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因为你愿今得果成宝王。你愿意成佛，要明白佛法，所以呀，这法门无量誓愿学在先，然后啊，就佛道无上誓愿成，就成佛了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还度入室恒沙众，这样包括度众生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那么你度众生啊，你要先断烦恼。要不断烦恼啊，你不是度众生，而你是啊被众生度。你是被众生度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众生啊，各有个性，每一个众生都不同的。有的非常刚强的，啊，你和他说什么，他都硬邦邦的，硬邦邦的，就是很硬，硬软呢，硬呢，哎，这个硬，很强硬的，就是很强硬的。你给他讲什么法，他也不听的，啊，本来应该你度他，但是他不听你教化。这时候你要烦恼不断呢，你也生了烦恼了。哦，你刚强，我比你更刚强，对不对？烦恼生出来就不能教化众生了，这就叫被众生度了，不是度众生了。所以呀，你想度众生，一定要啊把烦恼断了。啊，看见一切众生啊，都像小孩子似的。啊，恶性的众生你也不要怪他，那善性众生当然你要对他摄受他了，就是恶性的众生也不要生烦恼。这所以呀，想要教化众生，一定要断烦恼。啊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这是啊，愿今我愿意现在呀得着这个佛果。成佛道，愿今得果成宝王，还度入室恒沙众。我再去教化众生，得了果，我做什么呢？我预备还教化众生的。所以说，还度入室恒沙众，
恒河沙数那么多的众生啊，我都要去度去。讲此身心奉尘刹，我呀现在呀把我这个身心，不是浅心，这个身心呢，怎么叫身心呢？身心就是发大乘菩萨心，这叫身心。奉尘刹，我呀奉献给呀尘微尘刹土那么些个佛啊，那么些个众生，不单我要奉献给佛呀，我也要奉献给众生，把我这个身心呢啊给这一切的众生，一切众生啊令他随心满愿，令他求什么就是随心满愿，这叫啊奉尘刹国度的诸佛和众生，不是单单呢就是供养佛不供养众生。因为众生啊就是佛，众生啊就是佛，那么还要修他干什么？好像某某人说，哦，俺们都是佛，俺们都是佛了啊，不错，你是佛，但是你要修才是佛，要不修啊你就一天到晚念我是佛我是佛我是佛，那也没有用的啊，这要你有真功夫才算的啊。我不问他，我说你是佛啊，佛要啊有三身四智五眼六通，你有几身，你有几智，你有几个眼睛，你有几通，这是啊这不能冒充的。奉尘刹是咱名为报佛恩，这才是啊我报佛恩的一个机会，这才表示我啊对这个佛啊是真正的尽上我这一点的义务了。佛请世尊为证明，无着阿室是先入，入依众生未成佛，终不于此取弥环。佛请，佛啊就是五体投地趴到地下，这叫佛请。请就是祈请，祈请世尊给他证明，他说他要用那个身心来奉尘刹来报佛恩，那么就光自己这么讲一讲，没有人给作证给证明，这是不成立。那么一定啊要有人来做一个保证，这就请啊佛呀来给他做一个保证人，他将来呀一定要这样做去，所以这叫啊佛请世尊为证明，给我做一个证人，证明的人，证明我怎么样呢？无着阿室是先入，这个无着啊阿室是人寿啊到两万岁的时候啊，什么时候人寿到过两万岁呢？哎、啊，就两万岁那个时候的人就到过两万岁。你要不相信的话，你就走到那个两万岁那个时候去看一看啊，你就知道啊有人两万岁了。到两万岁那个时候啊，每一百年寿命减去一岁，这个身量的高度呢减去一寸，减到啊人寿命的一百岁，那个时候，这个时候啊就是五浊恶世开始的时候。在人的寿命啊一百岁以前呢，
那时候不叫无浊恶世，那时候那个世界也很清净，不浊。这个浊啊，就是染污意，就是不洁净。在这个没有叫五浊恶世以前呢，就是清净世界。好像现在啊，那个五台山呢叫清凉世界，所以现在叫清凉世界。那么将来呀，这个时局转变呢，变来变去变呢，或者几万年之后啊，不叫清凉的，或者叫热闹的世界也不一定。那么这个五浊是什么呢？第一的就是劫浊，这个劫呢就是个时分，梵语叫劫，劫波，翻到中文就叫时分，就是一个时的分段，一个时候的分开，一个时候这叫时分。时就是时候的那个时，分呢就是分别的那个分，叫时分。与其他的时候有分别，所以这叫时分。这个劫浊，劫怎么浊了呢？因为到五浊恶世的时候，这个劫运由众生啊这种恶业造成的，这个劫就是浑浊了。浑浊了，这叫劫浊。那么也讲多了，太多了。第一是劫浊，第二呢是见浊。以前的人呢，见什么都是清净的。那么到这个劫浊的时候啊，人所看见的都是一种污浊的东西。这个见浊呀，以这个无历史啊做它的体性。无历史，科尔康知不知道什么叫无历史？不知道，这是真妙，不知道就是妙，谁不知道我就给他起个名字叫妙。无历史，为什么叫它历呢？历就是啊，来得很锋利的，很快的。这无历史是什么呢？国普你可以给他们写在那黑板上，身、边、界、见、邪。身呢就是身体这个身，边呢就是边际的那个边，戒就是受戒的这个戒，见就是看见这个见，邪就是邪正的那个邪，身边界见邪，边是边际的边，两边的边，旁边的边。咱们这无历史啊，众生啊都只招他有个身，只招有这个身体呀，就爱招不舍，对这个身体呀，生出一种爱欲的心呢，我一定要帮着我自己，吃一点亏也不可以，对于自己这个身体看得特别重，穿也要穿好的，吃也要吃好的。住的地方也要好，总把这个身体呀看得成一个无价宝珠一样。不错，你看得对，这个身体是个无价宝珠。可是啊，你用错了，你无价宝珠变成了一个，你自己用错了，这个无价宝珠啊变成了一堆粪了，粪土
都不值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竟啊在这个皮毛上用功夫，你自己呀、啊、真正的自性那种宝珠啊，你没有把它发现，所以啊只知道啊只招这个身是我所有的啊，我所有的啊，也放不下它，一天到晚呢为这个身体忙忙碌碌，都是啊为这个身体，这身是边，这个边呢就是边见。怎么叫边见呢？这个头一个是身见，第二个是边见。这边见呢就偏于一边，不是偏于空，它再不就偏于有。总而言之啊，不合乎中道，这就叫偏见。偏见就是这个边见啊，它落于两边了，不是偏于空就是偏于有，它不合乎中道，这是这个边见啊。第三个历史就是这个戒。那么戒怎么还变成了一个不好的东西了呢？因为他这个戒呀，非因即因啊，非因即因，他不合乎这种的因的啊。他说我做这个就好，就是修这个无义的苦恨。以前我讲过啊，吃牛戒、吃狗戒，他小牛小狗。啊，又学这个睡钉床啊，做种种无益的苦恨，这样他有这种借鉴，他心里啊，你看我是一个持戒的人啊，我是一个守戒的人，你们都不行的，你们都不能比我啊，总有这种共高我慢的心在心里头，这就叫啊。戒见啊，第四呢是见，就是看见这个见，见取怎么样呢？它非果即果，那个戒见呢是非因即因，它这是非果即果，不能得到这个果啊。他认为他会得到这个果，这是一个见取。第五呢是邪，就是邪正的那个邪，不正当，这邪了。这个邪呀，就是邪见，邪之邪见，啊。总想的那种东西啊，想的不正确，邪见，这叫无历史。这个见着啊，就以这个无历史做它的体性。见着，第三呢，就是烦恼着。这烦恼着呢，以无顿始做它的这个体性。什么叫无顿时呢？前面呢是无力时，这个力呀、啊、就是来的快，这个顿呢它就迟钝呢那个单空，这种啊什么事情都来的迟钝。这无顿时是什么呢？这是在佛教啊就常常啊用的这个名词，人人都应该记得，好像那个四弘誓愿呢，这每一个佛教徒应该是记得这四弘誓愿，这很要紧。管这五顿时是什么呢？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五种，这五个字，贪嗔痴慢疑啊。贪是对着顺境，
生一种贪而无厌的心，贪就是啊欢喜的事情，你所欢喜的事情就生出一种贪而无厌的心。嗔就是对于啊违情，违你这个违背你欢喜的事情，就是不欢喜的事情啊，就生一种嗔恨心。持啊就是净打一些个痴心妄想，打妄想持。慢就是啊我慢共高我慢啊，就觉得啊我是一个最大的，你们谁我都不如我，所以我慢对人也没有礼貌，这也是一个慢。疑啊就是对于真正的法他怀疑，对于不正确的法他反而啊认为是对的，他一是一非啊，这个对于真正的法他不认识，他生出一种怀疑，对于这个不正当的法啊他又信了，所以啊这疑正法而信邪法，这五种呢就叫五顿时，这是第三烦恼中。因为有这五顿时啊就造成了很多的烦恼，所以这五顿时做它的体性。第四是众生浊，众生啊这个名称啊不要提他为什么不要提他呢？这众生啊太肮脏，你说这众生生的都在一起生这么多，太不洁净不清净了，所以这个名称啊在菩萨一提起众生这个名称啊那就认为很污浊的，所以这众生浊，这个众生啊就是不干净的东西，你不要以为自己不了不起的啊，污浊邋遢，你说哪个地方是没有什么好的地方，所以这众生啊自己以为自己还啊很了不起，实际上啊在众生浊里头不清净。第五是命主，命主啊我们这一切的命运都是很不干净的，在这个世界上这五浊啊也就讲个大概，要详细讲啊也是要很多时间的。五浊恶事事先入啊，这五浊的恶事啊，这个不好的不干净的事盖啊，我要先去教化众生去，因为释迦牟尼佛就是啊到这五浊恶事来教化众生，这恶难呢大要也要学他的师父这样伟大的精神来呀、啊、到五浊恶事，不怕这一切的五浊啊来染物，所以到这五浊恶世来教化众生。入一众生未成佛呀，终不于此取弥环。如果呀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，我呀也不成佛，我也不正果。这个弥环呢有的翻作涅槃啊，就不入涅槃啊。有一个众生不成佛，他也不成佛，这就好像啊地藏菩萨的愿力，说是众生度尽方正菩提，度尽就是一个众生都没有了，所以他才成佛。地狱不空誓不成佛，这个他地藏王菩萨在地狱里同这些恶鬼在一起，
他说这个地狱啊，什么时候不空啊？什么时候他不成佛？一定要等到地狱空了，他才成佛。那么地狱什么时候空呢？啊，你不要替他担心。啊，空的时候就空了。啊，不到空的时候，你怎么担心呢？地藏王菩萨也是不会成佛的。啊，等到地狱空的时候才成佛了。这是啊，这个终不于此取泥环呢，就是我有一个众生没有度成佛的时候，我也不入涅槃，我也不去成佛去。大兄大力大慈悲悉根神处微细合，大兄在佛教里那个大殿上都称大兄宝殿。什么叫大兄呢？这个大兄也就是一个大英雄，所以呀叫大兄。这个大兄他能以呀破一切众生的微细的这个合，这个回字有都合的，有都回，就是啊能破除一切众生最微细最微细这种的迷合，也就是啊无明，能破除啊一切众生的根本的无明，从根本上给解决，叫大雄。大力呢能拔除啊一切众生的这个烦恼的根，把这个烦恼的根给拔出来，这叫大力。烦恼根本也就是无明，总而言之这个大凶大力啊，都把这个人的无明破除而拔掉了。大凶大力大慈悲，这种的慈悲是啊平等的慈悲，是无缘的慈悲啊，是啊普遍的慈悲。这个平等在一切众生，这个佛啊以平等这个大慈来啊给一切的众生的乐，又用这个同体的大悲拔除众生一切苦，把众生的苦恼也都给拔出来了。那么这个拔的意思啊，就是连这个根啊，苦的根都给拔出来了。给这个乐呢，是给究竟的快乐，不是暂时的乐，究竟的快乐，令你呀，令一切众生明白本来的面目，这叫啊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这个无缘呢，一切的菩萨要度有缘的众生，佛呢是慈悲度无缘的众生啊。菩萨说谁和我有缘呢，我就度谁啊，有所选择。可那佛呢他不选择，无论哪一个众生和他有缘没有缘的度，无缘啊，越没有缘他越要度啊。为什么呢？你没有缘
如果要不渡他，始终也是没有缘呢。为什么有的缘呢？就因为啊，你得想要和他解缘，他才有缘。那么最初都是没有缘，所以啊，佛是运无缘大慈啊，他对任何一类的众生都去教化去，所以啊，这叫大慈悲。息更审处微细回，我希望啊，世尊用这个大凶大力大慈悲这种的力量啊，来审处我的我自己所绞察不到的，我自己啊所不明白的这种疑悔，这种啊的烦恼，这种的无明啊，请佛呀给我审除，给我看一看呢，如果有这种的细悔的时候啊，就给我除掉的，令我早登无上角啊，于十方界做道场，令啊就使令，使令我恶难呢早成佛道，于十方界做道场，我也啊到十方世界去教化众生去，坐而建立道场，做道场，我到那儿去啊转法轮教化众生去。顺绕多性可消亡，稍加拉心无动转。什么叫顺绕多呢？前面讲一个叫顺绕多，不过前面那个顺绕多啊，叫翻译中文叫解本记，又叫最初解。在这儿呢，这个顺绕多就不那样子翻译，叫什么呢？就叫一个空。顺绕多就是个虚空，顺绕多性就是这个空性可消亡，可以没有了。你说这个虚空会没有吗？虚空本来就没有的，它还怎么会再没有啊？那么这个恶难呢，举出这么一个比喻，说假这个虚空本来不会没有的，但是啊，假设虚空它会没有啊，它会没有的。顺绕多性，顺绕多这是个空性，就是那个空性啊，这个空性可以消亡了，消亡就是灭了，没有了啊。你说空，这虚空怎么还会消灭呢？啊，你这个虚空怎么把它填满了？怎么填法？没有法子填满的。但是啊，本来不能消亡，可是啊，假如它会消亡的，稍加拉心无动的，这个稍加拉呢，也就是这个楞严王，也叫稍加拉。说啊，我这个坚固心，稍加拉心，我这个坚固心不动转，我不会动的。我这个现在信这个佛啊，这个法得到我的真心了，真心就是我这个坚固的定心，也就是我这个决定的成佛的一个心，不动转啊，永远都不会动转。